跟着我先轮名啊，我去接一些访问啊，我都不允许我的候选人。那么过后我私底下见他，这个是私底下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任何官方这个活动呢，没有涉及到我的候选人，所以这个不能够，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发表这样的态度，因为补选什么都不能够做，我们不能够因为补选整个政府的运作停下来了，这个是不实际的。那么如果你问当地的民众呢，他们也不能够接受的，不是因为补选你就什么政府的这个问题你不能够解决，不能够处理，这个不是的。我们只是处理好我们本来应该要做的工作，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。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滥用政府的一个资源来去拉票，我们没有告诉人民说你一定要支持我才能够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。如果你任何一个党的团体能够抓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公开出来。任何一个部长我这样讲的话，你公开出来。但是我们任何一个部长都没有这样说，没有一个条件的去帮人民去了解他们的问题，去处理他们的这个问题的，是我们基本的我们的工作的基本。不能够说因为是独裁，所以我们一没有用这些干预我们的权利，第二我们也没有用政府的这个方便来宣布任何的这些成果。那么以往你看到呢，比如说补选的期间。